ียนท่านรองปลัดท่านผู้ตรวจและผู้อำนวยการโรงเรียนและตัวแทนโรงเรียนและอาจารย์และก็นิสิตนักศึกษาที่มาจาก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ชุนชาติกลางครับสวัสดีตอนบ่ายจริงๆนะท่านผู้ช่วยผู้副市长还有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我自我介绍我是叫傅增友是朱拉隆大学孔子学院的中文院长我在国内呢是北京大学的老师所以跟我们中央民族大学的老师学生到这次来支教做志愿者来学习感到非常的亲切对各位老师各位同学的到来首先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感谢为什么欢迎呢和感谢一个中国讲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见到从祖国来的另外呢北大跟民大很近我也曾经到民大去教过泰语因为我是北京大学教泰语的泰国文化所以北京大学跟朱拉隆功大学合办孔子学院就到泰国来了这孔子学院的任务主要的是教汉语帮助泰国来发展这个汉语的教育所以大家到来呢我觉得上午呢都讲了很多了我就不重复主要的说讲一下我们手头上的这个教材的问题实际不是什么介绍跟讲也跟大家聊聊天我比你们先到了泰国五年前来朱大也是教汉语这个我觉得这个项目啊是非常好的泰国学习汉语轰轰烈烈各个学校都学所以大家来学我觉得来到泰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能够帮助泰国各个学校把这汉语的教学进行推广但一般的我们这个项目呢是一个新的项目所以一般的我们讲要搞好这汉语教学要有教师教材教法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呢那就是老师了那我们来了以后要在泰国呢待六周在六周当中要分在各个学校里来教这个汉语那我们准备了根据教育部泰国教育部非常重视开会就是说准备了一个两个月也就两个月的这个教材这个书呢就根据这个จะพูดเรื่องที่การเรียนที่มาโครงการนี้จะสอน6สัปดาห์แล้วก็จะมีเรื่องตำราฉะนั้นจะคุยเรื่องตำราจะสอนอะไรบ้าง想跟大家说一下呢就是这个编写的这个想法还有这个教材到底是包括了哪些内容因为我们很快要到奔赴各个学校但是有一个学现在我们实际教材很多但适合我们这个六个星期的它没有所以临时就根据这个来编了这本教材是吧就泰国这个呢这个我们学汉语起了一名我们说汉语是为了配合泰国教育部2012年汉语这个项目的实施来写的侧重就是口语就是在比较短的时间我们说比较短就是六个星期来掌握基本的汉语的一个是发音再一个是口语一些基本的句子到底多少句子在这个本书呢是编了120句汉语的日常用语呢还有呢278个基本词汇有157个补充词汇120句话为什么呢一开始想呢就是教120句就是光是120句觉得学起来就光背这120句话很难记是吧这个学生学起来他从零开始学汉语就是根据我们这个汉语的这个情况他如果光死记硬背他可能比较困难所以根据这个想法呢我们就怎么学而且是这个学生的学习是中学生小学生是吧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甘拉雅，你是哪国人？我是泰国人，认识你很高兴。
这可能就是在这个里头呢，就一个绘画，就包括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甘兰雅。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明。你是哪国人？我是泰国人。让这个学生呢来了解怎么问这个名字。再一个呢，他很了解是你是哪国人，昆彻阿赖，昆不昆不泰乃，搞不甭不昆泰来昆了，就是反过来问，就是让学生知道他是泰国人，他很想觉得他是泰国人，对不对？ 你不是说我是美国人，他美国人离他比较远，他就觉得问名字完了，就是他自己叫什么名字，这个名字一个叫甘拉雅，我们呢也可以你的学生呢，给学生起一个中国名字，他两个，一个是他本身，他自己有泰国名字，还有呢，你老师呢，各位老师也可以给你教的学生起一个中国名字，他也很高兴。你看我在朱拉隆隆大学给教课，包括我们。 我都先给这个泰国人呢，给他起一个中国名字，就叫他中国名字，他觉得很高兴，好比说叫丁南山，是吧？林金凤，是吧？这个王海珠，等等的，就是看着呢比较有中国，是不是现代的名字啊？这样呢，他自己知道你叫他，还有呢就可以问，就是你是哪国人？ 他反问就是我中国人，知道老师是中国人，他学了泰国人、中国人什么名字？还有一句呢，认识你很高兴，很高兴。这里学的他经常要说很高兴啊，他不知道怎么说，是吧？认识你我也很高兴。实际这两句话，如果我从语言上来讲，它也是有些跨度，但是我们也没办法，因为你要在6个星期要让他学一些话，所以这个有些话就常。 常用的句型，但是有些它就可能就会难一点，这就需要我们老师在教的时候适当的也调整一些，你本不准他呢，